哎，又好耐冇同大家报告个战绩啦。嗱，坚仔嘅成绩咧，近排啊，梗系中唔少啦。咁就系因为经过咗呢排坚仔五虎五位马评家，同埋大手升跌，我哋成日中马之后咧，我留意到最近有唔少新嘅用户咧，加入咗成为我哋嘅会员。喺度咧，拍条片欢迎我哋咁多位新用户之余，同埋嚟解决佢哋嘅疑难嘅。嗱，有唔少嘅新用户咧就话啦，我哋坚仔个大手升跌功能咧，听讲好劲，想跟下。但是又不知道怎样看怎样去跟，就等我在这里用前日的赛日4月11号来做个例子，顺便就带大家看看这个功能究竟为我们一班懂得用的旧会员带来一些挺厉害的效果。就以尾场为例，坚仔大手升跌，当时就提醒了大家落飞最多的是13号这匹首到回来，他还在集前几分钟分别拖两匹马6号银池和8号的顺势赢，落了超过 15% 的重飞。就是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这场13号是主力，6号和8号这两只马是这场马的副选来的。至于点买呢，其实就很弹性的，在这里不如给几个例子大家参考一下。这些都是我们坚仔的会员买的，好像这位会员马迷275003，他用了13号来做胆，拖了6号8号和另外几匹自己本身的深水马，买 Q 位置 Q 和三重彩400元本，那就收回超过3000元了。另一位会员韦中就不用胆了，他穿云三只买条 Q， 细细地两嚿水又执2000多了。或者你信大手升跌买洛德菲最多那只13号的独赢，你都一样赢钱的。所以大手升跌是怎样用的呢？他是提供了一个范围给你，至于怎样买就要靠你自己了。不过头三名都给了你，其实你都很难不中了。老实说的，大手升跌又不是每次都中了的，但其实如果你不贪心肯拖多两注，命中率真的很高很高的咯。好像第五场那样，大手升跌显示最多人落飞的三匹马分别是5号、8号和9号。结果就开了5号、8号，第三名又不中，是7号。若然你不贪心，好像下图这位师兄那样，穿云三只买三嚿水，收回1170元的啦。但若果你真的很贪心，贪到要揸胆，还咁不好彩被你揸中只9号做胆的，那就真的没事好讲，坚仔都帮你不到啦。在这里除了恭喜了这么多位中了的坚仔会员，也都想跟各位新会员和准备成为新会员的你们讲声，大手升跌这个功能是24小时帮大家监察大户的落飞情况。我们不会说这个功能是万能的，一定帮你赢到很多很多钱帮你发达的，但是我们真的做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试验，拉匀呢条数真的帮到大家提升的命中率和赢到钱的。都是那句啦，大手升跌只是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范围给大家，但你都不是不用做事的。怎样才可以赢到最多的钱呢？是要靠你自己去买的。如果你自己跑到叻到咁嘅，知道晒边只跑一二三名嘅，咁你真系唔使用我哋大手升跌嘅。但系你谂真啲，如果你经常连个范围都未谂到，或者系揾错晒嘅，咁大手升跌咧，我够胆讲，一定就帮到你嘅。喺度咧，希望解决到各位新会员嘅问题啦。而准备成为新会员嘅你咧，步骤好简单嘅啫。我放一条链接喺影片嘅下面，大家只要揿入去咧，就可以免费下载坚仔噶啦。咁如果想做会员嘅咧 ，WhatsApp 或者致电5536106揾同事加入就得噶啦。正所谓大户唔落飞就肯定跑包尾，大户一落飞咧就最少都跑个屁，所以睇赔率嘅升跌咧真系好紧要噶。之但系点先叫做落飞呢？临场跟绿咖啡噶，梗系唔系咁简单啦。系用我哋全港第一嘅坚仔赔率新功能大手升跌，睇晒早飞、隔夜飞、过关飞、集前嘅大户飞数。吓住大户齐齐揾食，跟佢哋赢大钱啊！你只要肯赛前花10分8分钟睇下坚仔嘅大手升跌，你就即刻知道边一只马由头到尾都俾人落紧飞，咁就可以搭大户顺风车，顺风顺水赢大钱啦！嗱，落飞马有几准唔使我讲，你哋一定知道嘅。但系你平时喺集前有咁多只落飞马，边只先系真嘅咧？你就一定唔知道。而家你只要用大手升跌睇晒由开飞去到开跑期间所有嘅大户飞。哪隻集前落飛馬真正搏殺，包你即時知道啊！預期自己繼續跑撐死，跟手見到隻馬又冇飛，最後又唔去馬喎，倒不如就跟大戶啲真金白銀飛，買翻隻搏殺馬，包你贏面都高幾倍啦！呢啲功能咧，坊間閒閒地都收你幾百蚊一日嘅，仲要冇我哋堅仔咁快咁專業添。我哋而家只要跟堅仔月費每月168元，全部俾曬你睇。
平均每個賽日才20元咋，20元喎。嗱，你睇下呢位用户，佢就係用咗我哋大手升跌功能，求其細細住跟咗場大戶飛，幾個月月費即刻就揾翻咯，20元日喎。你就當淨係買嚟睇下自己刨咗嗰只臨場有冇落飛，冇嘅你咪唔好買咯，幫你慳翻住煙氣都唔止啦，啱唔啱先？嗱，要好好利用呢個大手升跌功能咧，好嘅工具當然梗係唔少得啦。所以呢個咁平嘅月費，而家你只要簽約變年費，我哋就即時送你部10寸高清平板俾你拎走，即係全年任用堅仔加埋部平板，每月先收你168元咋，真係抵到爛噶！嗱，平板咧就梗係用嚟睇堅仔啦，手機就開住個馬會 app， 一見到落飛即時就可以投注，咁先至夠快可以集錢捉得中啲大戶冷飛噶嘛！嗱，嚟緊一年，你想繼續自己刨餐死送錢俾馬會使，定係搭大戶嘅順風車齊齊贏錢？你唔會唔識揀啩？係咪好想即刻就訂閱我哋堅仔咧？快啲打嚟55361016同同事聯絡啦 ，WhatsApp 都得嘅。